咁好意思啦。救命啊！美女，预备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救个男的啊！那个老板又不要男的，男的又不值钱，那怎么办？先把他抬到一边去。好，我找一口人。过来，过来，进去，有人来了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躲好，躲好。啊，你躲。我老婆她得了晕了，我们准备送她去医院。晕了啊，生病了。哦，那赶紧送去医院吧。不好意思。大哥别跑，大哥别跑，给我站好。干嘛干嘛？我们刚才撞到你，不是向你道歉的吗？对呀、啊、那里躺了一个人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知道那里躺了个人啊？对呀、啊、知道这个还是晕的，我觉得这个事很可疑。什么可疑？她是我老婆，她突然晕倒了，我们现在正准备送她去医院呢，还想怎么样？送去医院啊？那我帮你们打救护车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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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已经联系好了，救护车马上就来了。怎么不用啊？我打个救护车过来还不把你们送过去，还好你们在找路是不是？你不要多管我们的家事行不行啊？刚刚都跟你说了，我大嫂晕倒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哼，我一看你们这两个就不像是个好人啊！你们肯定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，还那么紧张。哎呀，我说你个臭保安，你不去看大门，来管我们家事？你家住海边吗？管那么宽？我不是住海边，但是你们的事情太可疑了。我现在就带这个女孩去医院。干嘛你啊？大嫂啊？干嘛？我不怕告诉你，我们就是人贩子，你想怎么的？哦，终于承认是人贩子了是吗？我刚才我就说嘛，看见你们呢，长得贼眉鼠眼的啊，行动还那么慌慌张张，现在承认了。我说你这个臭保安，嘴巴换我换干净一点，你想多管闲事是吗？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，没有给老子滚蛋！还给我动手了，我劝你们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。哔哔巴拉了，快快快！现在可好？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容不得你们在这里胡作非为。就不信打不倒你！你们这种行为破坏了多少家庭啊？多少家庭因为你们这种人支离破碎？我说你这个臭保安，你知道那个女孩值多少钱吗？啊！你现在识相了，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放我们走，我就不跟你计较。要不然，等一下我把你也抓了，卖给大山那些老头子。还那么嚣张，还那么狂妄是吗？啊！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已经构成了犯罪，我要将你们绳之于法，替天行道。哎呀！替天行道是吗？刚才我又不是怕把你打残了，我才不会让着你。行，我就让你瞧瞧什么叫做功夫。你这个臭保安，真是的，那么爱照管闲事干嘛？大哥让我来啊。你们这种人简直是猪狗不如。我说你说话嘴巴放我给我放干净一点。我们怎么了啊？难道像你这个保安一个月赚1800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，只能做一个看门狗？
我这个保安怎么了？我这个保安，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不像你们啊，为非作歹啊！现在还执迷不悟啊，死性不改是吗？我花了钱，我花了心安理得，想要赚钱，堂堂正正的去赚。好，既然我今天就卖你个面子，这个女孩子交给你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哎，我让你走了吗？啊，井水不犯河水，让你走吧啊！你出了警察局，哪个不能去？过来！我说你个臭保安，啊，不要躲你进去，我要赶尽杀绝。我跟你说，今天你送我进去了，过两天我那个老妹就把我捞出来了，到那个时候，你就是你的末日。那你们就到里面去团聚吧。过来，让你醒醒，快点的，快点起来醒醒啊！怎么了？那么痛，这个人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他是个人贩子，差点去卖了，还有个女的。哦，刚刚他躺在地上，用个水杯他勒着那个。你看看他们的手法，就是个惯犯来的。哦，说你个臭保安，你跟这个死三八有半毛钱关系吗？急得你这样卖了命帮他们啊！生命可贵，不管认不认识我，今天这个事我看见我必须管到底。你有什么话你可以留着跟警官去说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你以为你选位跑了，他能逃得法律的制裁吗？我跟你没完！你跟我没完！哎呀，啊，走，去警察局！我不去，走啊！不去的，走啊！啊，我不去。